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有人欢喜有人愁。王一博同款秒售罄，广场上尽是大额晒单。王一博参加的联想商务直播已然落下了帷幕，有些粉丝没有赶得上直播，只能过后观看录播；而有的粉丝则是定时定点的跟着直播走完了全程。 联想发布了三款王一博特别款产品，两个笔记本，一个投影，叫 YIB Edition 特别版产品，命名为“敢为”系列，全部都是采用了新的工艺技术和新的理念。Yoga Pro 14s 中代表着王一博的黑豹，虽然处于平面，但从视觉角度来说是能够呈现出立体的效果的，黑豹看起来活灵活现，很有生命感。联想小新520智能投影仪特别款中的黑豹，则是掩映在丛林中。 有回归自然的感觉，不仔细看还真有个大号充电宝的感觉。Yoga Air 十四 S 特别款则采用了一小段玻璃顶盖，中有黑豹元素，丛林中的黑豹露出一只眼睛，锐利而有野性。鎏金色搭配着丛林的绿与黑豹的色彩，一点都不显突兀。很明显，这次直播中推出的三个新品都是因为王一博而存在，品牌方也是巧妙的将代表着王一博的豹子与自家产品完美融合。 给大家实现了产品功能与视觉上的双重体验。说实话，联想作为电子产品中的佼佼者，一直都有很多忠实用户。可这些产品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投影仪、笔记本电脑这种大额产品，大家在购买之前一定会先做好攻略，以求达到物美价廉的最大化。于是，当有些粉丝想为了自家艺人冲一把时，才发现王一博同款已经是售罄的地步了。 自己别说做攻略这种活儿，就连思考的时间都省去了。王一博同款一直是很多人都追求的，最为出名的就是鞋子了。王一博上脚一穿，多少鞋贩子奉他为鞋圈财神爷，那利润杠杠的。而王一博自己代言的产品亦是如此，无论是哪类购物节，王一博代言的商品总能达到惊人的销量。于是，浅翻一下王一博的广场，除了晒王一博帅照。 感慨那个男人状态极佳，生图能打，容貌依旧。之外，还有两种人，一类是抢到王一博同款，然后在广场上晒单的小七千块钱花的特别开始，甚至直言自己差点没付的出去，那种 get 到王一博同款的喜悦，绝对是比中了彩票还高兴。一类就是因为没抢到而难过的了，不少粉丝建议线下看看会不会有剩余。 甚至有不少海外粉丝在思索买到之后如何运到自己身边，结果现实是根本抢不到，只能说有人欢喜有人愁啊！王一博同款这五个字对于很多人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日常王一博都快没粉丝做数据了，结果要花钱的时候，全网活跃的快有一半是他粉丝了。果然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算事情。不过仍然有一部分粉丝表示，在追王一博的这些粉丝里。 只有我的钱是自己亲自赚的吗？你们的钱都是风刮来的吗？看来王一博粉丝里有钱人是真不少啊！